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96面，396，倒数第三行，最后两个字。开始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这是这一首啊最后的一句。甚深微妙法，此法即是十方佛赞的持名念佛无上甚深之法。这个法呢，确实是甚深，真的是无上。即使十方诸佛为我们讲解，讲无量劫也讲不完啊！所以诸佛常赞叹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名号很简单，人人都会念。啊，为什么念的利益了不相同？有两种人能得殊胜利益。一种人，那是法身菩萨，对名号甚深微妙功德，他能理解，他知道，这种人的理解。第二种人呢，他虽然不知道名号里头含藏什么样的功德，但是他不怀疑，他能信能愿真肯念，这样念下去，也就是古德所说的他暗合道妙，他念念呢都得到殊胜功德啊。这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其愚不可及，这个人并不聪明啊，愚人，但是愚比不上聪明人，也没法子跟他相比啊。他所获得的利益很大啊，所以最难度的就中间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是占绝大多数啊，上智跟下愚都很少，都很难得。那么诸佛跟这些法身菩萨慈悲到极处啊，现身说法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啊，不厌其烦开无量法门啊，或是说八万四千法门啊，都是代表无量的啊。知识分子一定是思尽就还原了，他想啊，想到尽头了，
没法子再想了，他就会回头，回头是岸，一回头就见到了。他不到那个时候，他不能回头。所以法藏比丘愿法音入佛，法音是工具，希望有佛这么良好的工具，广宣六度等妙法。六度是大乘学的，妙法就是智持名号。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，比大乘还要殊胜，于令众生通达此甚深微妙之法。这底下四句真的是微妙到极处，心作心事，名字本心，设字本心，戒当成佛度生也，微妙到基础啊！这个里头最难懂的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字最难懂。这个字要是懂得了，其他都解决了。所以大乘教里古大德有所谓，若人识得心，叫大地无寸土。什么人能够识得心呢？识得心是在讲呢，真的大地无寸土，土是物质，物质没有了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啊。这个无寸土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代表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你要真正识得心的，三种现象都不可得，没有了，真是妙啊！甚深微妙之法，心作。这一句是出自《观无量寿经》的，释迦佛说的：“是心是佛，心是本体，能生能现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心所生所现，能生能现的是心。”所生所现是我这个身体跟一切万法，连虚空法界都是心生心现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那个自信就是心，所以禅宗你们称它做明心见性。明是明了啊，就是认识。我们对这个心不明了，心到底是什么不知道，心在哪里也不知道，心有什么作用也不知道，对它一无所知，迷了。佛告诉我们，心才是自己的本人，
啊，宗门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是这个心。啊，一切万法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也是这个心。所以是心作福。那哪一法没有心呢？都有。啊，有情众生称之佛心，无情众生称之法心。法心跟佛心是一个心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”啊，圆满一切种质就是成佛。啊，有情成佛，我们能理解；无情成佛，我们很难理解。无情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讲的无生物、矿物。啊，是不是他真的是无情呢？不然，过去佛是随顺我们的知见来说，啊，佛说法一二谛，一四谛就是随顺我们，我们常识能够理解、能够接受的佛说。啊，第二种呢，随真谛。真谛我们不能理解，我们不能接受。啊，无情能成佛，我们不能接受。给谁说呢？给化身菩萨说。啊，他们能接受。他们知道遍法界虚空界找不到一个无情的东西，所有一些一切现象全都是无蕴成就的。那无蕴里面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，再小的物质现象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佛家讲的是极微之微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科学报告，现在研究这个中微子，大概就是佛经上所讲的极微之微。发现这个中位子还是无蕴具足，它一点都没缺。啊，让我们想到《心经》一开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。那个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化身菩萨才有。化身之前没有这个智慧，他没看到，他无法体会。
现在科学家虽然看到，还是无法体会。啊，今天早晨我到这边来，我看到一个信息，美国太空总署对于2012的灾难在辟谣，啊，说这些谣言，啊，他承认很多，啊，但是都没有科学根据。啊，换一句话叫我们决定不要去相信他。有没有道理呢？我们听了有道理。为什么？境随心转啊。我们大家的意念都不去想它，这个事情就没有了。你去想它，它就来了。啊，佛说的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啊，最简单的，我们的身体，你想它有病，它怎么能没有病呢？病就出来了。你不想它，它就没病啊。啊，这个道理学佛的人懂啊，现代科学家也懂。所以近代的量子学家提出一个口号，叫疑心恐悟。他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物质现象是从心想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德国的普朗克说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啊，就是念头。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，啊，我们这个人身体是个物质现象，你老是想它，它会有病，它怎么能不生病啊？啊，特别是负面的，负面的还特别有效。你想它好，它未必好；你想它坏，它肯定坏。啊，妙在此地了。但是，一个正念，啊，至少抵得一万个邪念。正念难得了啊！我们如果没有正念呢，很容易被一些冤亲债主给毁掉啊！啊，为什么冤亲债主天天在咒你啊？啊，天天给传递给你说负面信息啊！我们念佛的人。第一个好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啊！无论什么念头，人家来对我的时候，我都以阿弥陀佛回敬他啊！不但我们自己不受伤害，对他都有好处，以德报怨呐！这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。啊，这个好的念头啊，跟信德相应啊，所以念佛人不管他是有心无心，你问他，他一开口的阿弥陀佛啊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豁然回敬你阿弥陀佛，正确这就是此地讲的甚深微妙法了，很多人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不知道啊。
啊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本来是佛，现在要做佛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这四个字，我们常常放在心上。我们对他理解，我们对他没有怀疑。啊，这一句话能够保佑我们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利。啊，能保佑我们将来决定的生净土，也能保佑我们这个地球化劫灾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正念里头没有超过这一句，这一个念头。啊，这一个念头的功德跟阿弥陀佛相等了，平等法了。明自本心，摄自本心，这两句就是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。啊，上面是明心，下面这就是见性。见性成佛，这个佛是真佛，不是十法界里面的相似即佛。啊，它是一真法界，十报庄严图里面分真即佛。它还没圆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习气还在。啊，这个习气我们没有办法知道，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我们连无始无明都不知道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当然更不晓得了。啊，谁知道无明习气呢？法身菩萨他们知道。啊，这个习气不碍事。啊，执着的习气碍事，分别的习气碍事，无明的习气不碍事，因为它太微细了。啊，这个习气断尽，法身菩萨成佛了，证得妙觉果位，他不住常寂光了。啊，不住这个十报土，他住常寂光了，究竟圆满了。啊，戒当成佛度生，这句话要记住，成佛不是自己享受，成佛是为度生。所以法藏法院把度生放在前面，自己成佛放在后头，说明我为什么要成佛，是为度众生，跟四弘誓愿一个意思。四弘誓愿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最后一句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总是把众生苦难摆在我们第一位呀，没有把自己呀，
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是自私自利，永远不能成就。啊，把帮助众生解决苦难放在第一位，自己成佛总是摆在最后位。啊，像地藏菩萨一样，其实哪一尊佛都是地藏菩萨。地藏是表法的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那地狱能空得了吗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阿弥陀佛成佛了，啊，卢舍那成佛了，地狱没有空啊，他为什么成佛了？啊，他们的成佛是自觉觉他圆满，这叫成佛了。觉他圆满就是自觉圆满。为什么？教学的人都知道，教学相长啊。老师教学生，学生进步了，老师同样也在进步。啊，不可能不进步啊！彼此双方啊都在提升呢、啊，提升到无明习气断尽了，那叫成佛，那叫圆满。啊。断无始无明是没有方法的，这个之前有修行的功夫，断了无明之后叫无功用道，啊，时间到了，习气自然没有，啊，成佛是这么个道理。不成佛，他也成佛了，他自然成佛了。啊，绝对没有意思，我要成佛，不是，没有这个念头。有这个念头，他就堕落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愿，成佛是为度生，把度生摆在第一，这前面第四句发愿，这个四句求觉他之德。再看下面一段，会超彼岸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清净觉成老，超过无边沃趣门，俗道菩提究竟岸，无明贪嗔皆永无，或尽过往三昧力。念老的注解，此下六句求自觉之德，啊，我们要帮助别人，
自己没有德，没有能，没有智，没有学，那个愿是空的，做不到啊。所以要学啊。四弘誓愿，你看第一愿发了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接着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断烦恼是成就德行跟福报。你没有德行，你没有福报，你就不能度众生啊。所以要有德行，要有福报。有德行，有福报，还得要有智慧。有学问，佛家讲的善巧方便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生生世世都在求学啊。这前面上面的一首求法音宣流啊，前面四句，此六句求智慧如海，直至究竟彼岸啊，一直达到究竟彼岸。究竟彼岸是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的，彼岸就到了。这个彼岸叫妙觉如来。下面跟我们解释般若啊，智慧呀就是般若，制度论曰啊，大制度论说的，般若者情言智慧啊，般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。一切诸智慧中啊，最为第一，无上无比无等更无甚者，这后头加这么几句啊，中国智慧里头没这个意思，但是般若里头有啊。这就是佛经上为什么还用般若不用智慧，这在五种不翻里头叫含多义不翻，它含的意思很多，不是一个意思啊。所以用音译再加以讲解解释，这个智慧不是求来的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我们现在迷了，迷了以后智慧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妄想。妄想也是烦恼，所以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烦恼即菩提，菩提烦恼是一不是二，
烦恼无边的，觉悟了，烦恼就变成菩提，迷了，菩提就变成烦恼。一桩事情啊，像水跟波一样，平的时候叫它做水，起波浪的时候叫它做波。啊，波就是水，水就是波，是一不是二，两种不同的状态，不同的作用。那我们现在迷了，起波浪了，变成波了，用什么方法让它再恢复原状？要定啊，定了不动啊。啊，放下了，心就定了。心越定，智慧就越增长。啊，心不定，没智慧。研究佛经是知识，而不是智慧。啊，孔子所谓是记问之学，啊，你记得很多，啊，你了解的不少，你得不到定，得不到定就得不到真正的受用，啊，当然你智慧不能开。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一切佛都这么讲，应界生得定，应定开慧。你真的搞清楚了，你就会非常重视戒律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开智慧的第一道门槛。你这个第一道没走进来，后头哪没指望啊，只是在门外望望而已啊。啊，里面的真相不知道啊。你看到是局部的，不是全体的。你看到的是表层的，不是深入的。这个道理总要懂。啊，定是什么呢？住行一处，不管住在哪一处都行。啊，经常常讲嘛，无量三昧。啊，不一定住在哪一处的。啊，念佛人绝大多数把心住在佛号上。这叫念佛三昧得定了。啊，我这个心住在无量寿经上也行，也得念佛三昧。啊，当然住在这一部佛经啊，不如住在阿弥陀佛六字洪名。为什么呢？经很大，名只有一句。现在我们懂这个道理，念头愈集中力量越大。那愈集中是名号啊，所以受持名号比受持无量寿经厉害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学习问题，实在说都不在外面，问题在自己。
我们这句名号没念得好，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信心不定。信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有个同修告诉我，大概是美国2012的那个电影看多了，晚上做梦，空中掉下来火球，梦这个梦吗？啊，他看到那个火球从空中掉下来了，啊，他第一个想的是，他没想到阿弥陀佛。啊，他还算不错，人是个孝子。第一个呢，就想到爸爸妈妈怎么办，要去救他。啊，念头一起来是避难，如何躲避灾难？不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就说明说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心里头不是佛了。这佛号功夫不得了了。我们每个人自己想想，如果我们碰到这个境界，天空中大火球掉下来了，我们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如果第一个念头是惊慌失措，人就被吓死了。这个吓死到哪里去了？大概都到三恶道去了。他被吓死的。惊慌恐怖死的。这个不会到三善道，三恶道。你说这多可怕啊！这是个念佛人呢，醒过来之后想想，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啊，没想起阿弥陀佛，还算不错，醒过来还会回头。有人醒过来还不会回头。更进一步啊，紧急的关头，第一声一定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会现前啊，你的灾难就会化解。重要啊，昨天我还看同学有个报告给我，2011年全年所发生的重大灾难，这是媒体报道的，媒体统计的，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，灾难都严重。估计今年跟明年可能比一年呢还会严重。有一些真相
已经看到了。啊，像瘟疫就是传染病，已经开始在爆发了。由于土地的染污，导致粮食减产，啊，品质不如过去，有可能产生饥荒，啊，这都是科学报告。啊，水污染，我们喝不到干净的水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啊，如果水里头还带着病毒，麻烦就更大。当然，最好的方法，应对的方法，是科学家给我们讲的，以心控物。啊，我们在大乘经上读过，不要说是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、阿罗汉以上都有这个能力。用清净慈悲心来解读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我们在学习分享的时候常常提到，啊，清净心大幅度的增长了我们防御的能力。啊，病菌不容易侵犯，这个医学里面讲免疫的能力，啊，这大幅度的增长，就是清净平等心。啊，慈悲心能帮助我们解读释迦牟尼佛降伏魔怨，用定功，用慈悲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，用定功来防御，啊，就是增长我们免疫能力，啊，清净心、禅定，啊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啊，慈悲心能够化解病毒。啊，让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保持身心的健康。不需要靠医疗啊，不需要靠药物啊。啊，尤其是化学的药物，负面作用太大。啊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要谨慎。我们再看，往下看，又往生论注，
般若者，大汝智慧明，其意为通达真如之智慧，名为般若。啊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深了。啊，专指通达真如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从外头求来的，是从禅定里面出来的，没有很深的定功，这个智慧不能现前。啊，这个智慧现前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法身菩萨，所以这个水平太高了。啊，谁能够当得起呢？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，他们能承担啊。设法界的人呢，都没办法。啊，这才是真实智慧。真如就是自信，前面我们学过，就是诸法实相。又大乘一章曰：真心体明，自性无暗，莫之为慧。啊，这标准跟前面相同的。啊，真心体明，就明心嘛。自性无暗，不就见性吗？所以是同一个境界。啊，其一为真心本体明显，自性朗然，明显无暗呢，称之为慧。啊，经论上啊，这些解释，我们多看、多参考，对这个意思有更深刻的理解，这属于佛学，这不是学佛。啊，你也能说，甚至于著作等身，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智慧你没有能把它变成生活，没有能够变成呢待人处事之间，你没用上啊，所以你没有得到真实利益啊，这就是学佛。如果学佛那就不一样。就像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，完全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什么样子呢？就像善财五十三餐一样。啊，你看那个五十三位善知识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。啊，他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真实智慧啊！饮食起居通通是般若自然的流露，真的受用啊！啊，这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
最高的享受是般若智慧。真了解了，真明白了，你才向往啊智慧的生活啊，般若智慧的生活，多自在呀，多圆满呐！带给你无量的法喜。你永远离开烦恼了，永远离开不善了。这真叫离苦得乐。下面说净经，现在在本经与自觉愿中受言智慧者。自觉愿里头第一句就要讲智慧，以智慧最上苦啊！大乘佛法求什么？全求智慧。把自信智慧再发掘出来，自信像个宝藏一样，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我们要开矿，把它开采出来。开采出来，它带的有泥沙了，这矿石啊，再经过冶炼，冶炼之后就变成纯金，你就得受用了。用什么方法冶炼呢？用戒，用定。我们就知道了，戒跟定啊，是开发智慧的手段、方法，目的是般若智慧。如果我们说戒定不要去开发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是世间人所说的博学多闻，称它做什么？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没有戒定，智慧就变成知识，也很不错了。但是不能离苦得乐没有办法享受那个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个得不到那个只有智慧才得到。所以智慧解决问题全面的，没后遗症知识不然，它有局限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又佛法大海，智慧能度过这大乘经上常说的，把佛法了比喻大海，叫法海。在大海里面，能得大自在的，就是智慧。佛与法身菩萨，如汉译曰：“谈师调伏意，戒忍即精进，
如是三昧定，智慧为最上。含义的把六度全包进去了，贪食是不是啊，布施能调伏意，这个意是什么呢？贪世间人的烦恼习气无量无边的，归纳到最后一个字就是贪，所以把它摆在第一了，贪嗔痴啊，它排名第一，最难断了啊。但是这个东西要不断，不能出六道啊，不但不能出六道啊，不能出三途。贪心、贪念，那个念头啊，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果报是什么。魔鬼呀，啊，贪心重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到轨道去的。啊，他跟轨道相应，嗔恚心重的人，嫉妒心重的人，这肯定到地狱去的。啊，愚痴我们讲糊涂，这个人，邪正是非，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，啊，所以叫不知好歹，这种人多半都出生，那出生愚痴，啊，他还带着愚痴的习气，啊，接着讲的呢，持戒、忍辱、啊，精进。三昧是禅定，最后讲智慧，智慧为最上啊。六度次第不能够乱啊，为什么呢？后后深于前前，有布施的人不一定有戒，有戒的人一定有布施啊，有忍辱的人呢，一定有施有戒。啊，不一定啊，有精进，有定慧。啊，后面比前面深。啊，好像盖这个楼房一样，六层。啊，最高的一层一定居住下头五层。不具足他盖不上去啊，布施是第一层，持戒是第二层啊，有二层未必有三层，有四层，有四层一定有下面三层智慧最为上啊。啊，这是大乘菩萨心，菩萨心存六度，喜欢做这些事情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六波罗蜜相应，这是菩萨。这念兹在兹啊！
啊，与平等心相应的是佛了，这是前面跟诸位介绍过的。啊，平等是平等是没有分别，不但没有分别，还没有起心动念，真平等的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。相似的平等，啊，很像平等的样子，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是相似平等，啊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就不住十法界了。啊，注意真法界，生十报庄严土，永远脱离十法界了。家乡所悦，明无度为显，明是明了，说明前面无度是显。不能处理生死，修好了三善道的福报啊，须有智慧也，大劫本源，方劫过出，过失超过，出是出离。六道轮回跟十法界，故云最上也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，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都不能够出六道轮回。啊，禅定生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啊，一定要开智慧。啊，智慧开了，才能够出离六道。那般若怎么个修法呢？就在前面五种，布施。不着布施的想，心里头有定有慧；持戒不着持戒的想，忍辱精进都能够不着想。大乘经里的常说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要知道立相啊，不能执着啊。啊，六波罗蜜要做，着相是世间的福报。不着相是出世间的功德，所以功德跟福德在事上呢是一样的，你看不出来，用心完全不一样啊，一个是迷的心，一个是觉的心啊，一个是着相求福的心，一个是完全没有的心。啊，六波罗蜜里头要会用，用在起心动念，用在言语造作，用在穿衣吃饭，
没有离开我们生活，穿衣吃饭里面有施舍，穿衣吃饭里头有戒律，穿衣吃饭里头有忍辱啊，有精进，有禅定，有般若。诸位同学，细细去想，细细去观察，我们学了要用在生活上才快乐，真学到了啊。学了这个东西用不上，还是个凡夫，不是菩萨了。宗门常常提醒学人，会吗？这两个字其味无穷啊，你会吗？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深入经藏啊，不是只学文字，真正深入经藏，真的受用。又从上引大乘一章，可见智慧就是真心体明，自性无暗。故知正当智慧深广如海时，其心一比清净，心清净啊，无我无过，没有我念，没有过失，立垢立然，垢是不干净的，然是然物。立垢是远离烦恼，立然是永远离开外来的影响，那个影响就是染污，觉诸尘劳，尘劳是烦民的烦恼的总代名词。通通远离了，故曰内心清净觉尘劳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？我们如果要学会了，就在现前呢，就在生活当中啊，你多快乐，你多自在呀！多幸福啊！自己知道啊，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。外面传说世界灾难，我们一笑了之啊。一丝毫不受影响。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，
言语造作也是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了，我们就真的受用了。这个受用无与伦比，为什么呢？你得到的是极乐世界，你亲近的是阿弥陀佛，佛中之王啊。纯善的净土啊。如心经云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个意思就深了。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？万法皆空。如果只看到万法皆空，那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。从万法皆空里头又看到万法皆如，那就是菩萨啊！万法皆空，万法皆如，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，理如其事，事如其理，这是菩萨了，这个不是儿臣啊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。弥陀净土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？这个里头的居民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照见万法皆如。同居土、方便土是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菩萨平等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啊，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啊。你说还有哪一法比这更殊胜的了？找不到了。我们虽然天天在学习，还是敌不过烦恼习气。为什么？烦恼习气是无量劫熏习成的。我们修佛才多久啊？所以我们功夫不得力，这自然的，不稀奇啊，正常的。怎么办呢？加功永恒。我们勇猛精进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这个善根熏习成功了，能够抵得住无始的烦恼习气，我们往生就没障碍了。往生不了是烦恼习气的作祟也，不能不知道啊。
除正修之外，还得要助缘，助缘不能够轻视。啊，助缘是什么呢？不该我管的，绝不要去管，不要去找事。啊，随缘而不攀缘。哎，该我管的事，我把事情管好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心上是阿弥陀佛就对了，心上不是阿弥陀佛，你就错了。啊，这是助缘。啊，凡事都有因果。啊，很多宗教里头，包括伊斯兰教都讲，凡事皆是前定。啊，伊斯兰教是真主定的。啊，一般宗教是讲神定的。佛教不是的，佛教讲是说你的业力定的，啊，是你自己造作的。啊，过去我们在迷，没觉悟啊，啊，所以想错了，看错了，做错了，啊，现在学佛明白了，明白就要回头，回头是岸呐，啊，我不能再做错了，啊，虽然心里想回头，不想做错，可是总是回不了头来，还是继续做错。做错又后悔，啊，这个都是不懂方法。后悔有什么用呢？后悔无济于事啊，这是烦恼的又加一层烦恼。那怎么办呢？念阿弥陀佛，别后悔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后悔是错误的，念阿弥陀佛是对。为什么阿弥陀佛念熟了，业障自然消了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烦恼自然不见了。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全部都代替了，啊，成就你念佛功德，成就往生的功德，啊，业障自然消，烦恼自然断。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啊！不能不知道啊！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遇到了不要轻易放过。啊，这一生要成功，最好大家发愿，在今年年底一定完成。啊，只要完成到，功夫成片，念佛功夫成就了，不是最高的，最低的。我心里都真有福，什么状况之下，第一个念头是阿弥陀佛。这就成功了，你就真有把握了。啊，再大的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心是定的，不惊不怖，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稳定。这个重要啊。
心要稳定啊，不为任何境界所转。啊，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都没事。啊，都要想到这一句阿弥陀佛。真的像念佛堂堂主所说的，放下身心世界才能往生。如果对身心世界还有留念，那就是麻烦。最后一念想错了，留念别的事情去了，你就又到轮回里头来了。很快，一念之间啊，就在最后一念。我们如何保证我们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？你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保证。所以问题是能不能放下了啊，千言万语劝我们放下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佛法也不是真的啊。金刚经上说的那么清楚，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啊，佛法都得要丢掉啊。佛法叫我明了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明了了，你还要它干什么？啊，事实真相明白之后，这个佛法留就给后人。自己不要了，自己要的就是累赘，就是麻烦。那就是六道轮回的根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根拔掉。啊，正在学习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我需要它，绝无贪念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最重要要做到。啊，光是明白不管用，要真正做到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处保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念头。我们把念了这个注解念一遍。觉者断也，灭也，彻无也，就彻底的没有了，是觉的意思。尘劳者烦恼也，啊，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因贪嗔等烦恼如尘垢，必复真心呐，劳乱身心啊，劳是对身讲的，乱是对心说的。你的心很乱，你的身体很劳苦，啊，所以叫尘劳。如上智慧深广，清净觉尘，故超越无边无数鬼畜啊，畜鬼地狱之门，不堕三恶道啊。故云超过无边恶趣门。
啊，贪嗔痴，我们同学都很熟悉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我们无始劫来在六道轮回的根呐。学佛千万不要学错了。怎么叫学错呢？贪嗔痴还有他换了对象。对世法不贪了，就贪佛法，那就糟了。还是过轨道，啊，不过在恶轨道的少受一点苦，因为你贪的是善法，不是恶法，啊，贪就注定是恶轨，轨里头有福报，也有没有福报的，啊，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！所以佛教导我们，第一个是不让我们多三恶道。真正不多三恶道，只有求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跟三恶道断绝了。啊，古云超过无边恶趣门，三恶道真的没有边际。造作贪嗔痴慢的人，你说有多少？全是三恶道里面的人。啊，我们要很冷静去反省，我有没有造这个业？我要造了这个业，就不能没有这个果报。啊，果报就肯定有。啊，知道三恶道苦，我们赶快回头还来得及。经教祖师大德啊，我也常常提醒同学，只要我们一口气还在，回头还来得及。啊，这一口气断了，回头来不及了。但别人帮助我们中阴超度，没有把握。中阴可以超度，总在遇缘不同。我们能遇到这么好的缘分吗？不见得了。我们跟别人做助缘是好事，自己一定要想到，我自己一定能做得了主，我能去得了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时候有人帮助好，没有人帮助也没关系。这种念佛往生的人也不在少数啊。我在这一生当中看到的就十几个，那真的不是假的。洛杉矶一个老太太，
儿子在美国念书，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，在美国结婚成家了，生了小孩，把母亲从台湾接到美国，照顾小孩。帮忙家事，好啊，美国请工人，请不起。母亲就帮助儿子，照顾孙子。孙子4、5岁了，可以上幼儿园了。一家就4口啊。夫妻两个都上班，小孩送到学校去了，晚上下班把小孩接回来，家里就一个老人，就他母亲。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，语言殊胜呐，抓住机会就念佛。他念佛，家里人不知道，你想想看，儿子媳妇粗心的，这一天他往生，往生肯定是预知时知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怎么知道他预知时知呢？他把遗嘱写出来了，不但遗嘱写出来了，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把它做好了，都是没有人看见的。往生的这一天，他是坐着往生的，在床上打坐坐着往生。早晨起来，老太太烧早饭嘛。这一天老太太没起来，没烧早饭。外国老人的房间门是不锁的。他们门一打开，看到老太太坐在床上，盘腿坐在床上。叫他也不答应。走到边上看了，摆在面前遗嘱，这封信。给他儿子媳妇的。旁边看他做的孝服。儿子的孝服、媳妇的孝服、孙子孝服都摆在旁边，他走了。这个很厉害啊。临走用不着别人帮忙，干干净净、清清楚楚，没人打着打搅。他是晚上走的，早晨就被人发现，晚上什么时候走的没人知道。这是念佛的人好榜样。我相信他儿子把他接到美国去，这是他最好的赠上缘，等于闭关一样。白天的时间全是自己的。在外国出门没有车，就非常不方便。如果再不接电话，真的叫闭关了，多清净呐！所以云抓住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。每个人不是没有云，有云。就是你自己没有能掌控到。为什么？真正成就啊，三宝加持你。三宝加持
就是阿弥陀佛准备接引你往生。啊，他怎么能不照顾呢？怎么能不帮助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神怎样才能把缘掌握住？放下就抓住了，放不下抓不住啊。所以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这个世界不值得贪念的。这个世界真苦啊，这不是假的。贫穷的人苦，富贵的人也苦。啊，我们自己没有富贵，但是跟富贵人接触的不少。啊，观察这些富贵人都苦。佛经把这个世间比喻作苦海无边的，般若难度啊！般若里头无比殊胜的般若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啊，你要真的知道，抓住这个法门，你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了，你这一生圆满成佛了。啊，机会在面前，错过了，很不容易再遇到。啊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并迅速达到菩提之究竟彼岸，啊，究竟是妙觉果位，究竟是常寂光净土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，菩提是梵语。翻成中文是觉的意思。菩提究竟岸，就是究竟觉，圆满的觉悟，这究竟的觉悟，没有一样你不觉。啊，世人所说的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就是究竟觉的意思。啊，是谁呢？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这两句话，受过科学洗礼的人都不承认。啊，他们理念当中绝对没有一个人啊能够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这不可能。那这佛说是你自己啊，他不承认，那佛说错了，他不承认，他不能接受啊，所以他就成不了佛了。啊，你承不承认？你接不接受？谁承认？谁接受？他真有智慧。
他这一生可以做佛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自信觉，这个觉不是学得来的。啊，你以为东西我一定要学，我不学就不会。啊，那就做不到了。科学家从这个角度去看。啊，佛法是另一个角度去看，不要学。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智慧如此，德能也如此，相好也如此，没有一样不是啊。如果自信没有，它怎么能变现出来？啊，不懂，不懂，你去玩万花筒，你就会懂。啊，我们这个人身体就是一个万花筒，啊，起心动念就是在转，这万花筒在转。你看你有多少妄想？啊，多少现象？永远没有止境。啊，这个东西你相信吗？你慢慢在想，万花筒跟宇宙一个样的，一个道理，跟我们人身体一个道理。啊，然后我们才会想到，佛菩萨说这东西啊，真的啊，不是假的。有道理，不迷信呐！啊，尤其佛教确实，它有科学精神。为什么？它叫你求证。啊，佛菩萨讲的，你听懂了不算，你把它证明，这是你的，那才算数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不是叫我们信他。是叫我们信自，自他不二。他叫你要真这个，啊，这就是科学精神，啊，所以他不同宗教啊，宗教一定要相信神呐、啊，神是主宰啊，你跟神不能平等。啊，佛法不是的，佛法全是自己。讲到最后，统统归自信，统统归自信。啊，全部要自己负责。啊，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跟老祖宗所说的“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”是一个道理。三藏法术曰：“究竟就决定终极之意。”啊，终极就是圆满了，到底了，再就没有了。为能觉了然心之缘啊，我们现在就烦恼习气根源在哪里？真知道啊，真把它找出来了啊，究竟终穷，
同于本觉，故名究竟觉。啊，烦恼的根源是在本觉。本觉怎么变成烦恼呢？意念不觉，烦恼从本觉里生起来的。啊，迷了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。六道三途十法界，就是本觉起的作用。起的是负面的作用，就是迷的作用。那正面的作用呢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就是极乐世界的正面作用。啊，是一不是二啊。你一回头就觉了。觉悟就叫成佛，不觉就叫凡夫，凡夫跟佛是一不是二啊，是觉迷两个不同的名号。凡夫一回头就觉了，就成佛了，所以心事心作啊，心本来是觉的，不就是妄心呢、啊、一觉之后妄心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啊，妄心不见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所以佛说本来是佛，这个话不是骗人的。啊，不是赞叹恭维的，不是的，本来就是。啊，一念迷，你堕落在凡夫；一念觉，你就回头了。心事心作是讲理论的，众生跟佛从哪来？佛怎么会变成众生？众生怎么会变成佛？啊，道理搞清楚之后，叫你转过头，转过头来，你就回来了。这究竟觉啊，啊，是为菩萨大行圆满。究竟至极之处，即成佛之位。啊，这个佛是妙觉如来，真正的无上真等真觉。啊，通常无上真等真觉呢，对，在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士都可以称啊，无上真等之觉，但他不是究竟的啊。天台大师说得好，他是分证的啊，习气没断，习气断尽的妙觉，那是究竟无上真等真觉，这是圆满的位置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了。